智慧能光互补大棚，离不开稳定的电力供应。然后这个项目的投产呢，让宋家沟本地村民收入有的大幅度提升。我在去年农闲的时候，在这儿播种除草摘菜摘，那位收入了20000来块钱，挺好的。我们供电所的员工会定期帮助客户检查设备，确保智慧光伏大棚的正常运转。